这群猪猪好像有点太可爱哦。赶在猪年结束前，玩具商 Milk Company Toys 推出超呆萌新品扭蛋猪宝宝，蛋壳外观是港式饮茶的叉烧包、菠萝包等，里面是一只只可爱的小猪。扭蛋控必收，这系列扭蛋由 Milk Co. Toys 与设计大师 A4 Adrian 携手推出。环保扭蛋的外壳本身就是造型，而且超可爱，值得收藏。Tilda， 开启包子，内馅包着可爱的小猪，这超讨喜又呆萌的外形，叫人怎么能不爱呢？不同的包子有对应不同的小猪内馅，原味肉包里的原味小猪，叉烧包里的小黑猪，小笼包里的小山猪，还有菠萝包里的小花猪，怎么一只比一只可爱啦？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流沙包跟里面的小飞猪，流沙包还是前一阵子港式饮茶界最人气的小猪造型。幸好这不是真的食物，不然大家一定舍不得吃啦。 Tilda， 偷偷告诉大家，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最右边还有一只隐藏版小金猪呢？快来扭蛋试试运气，说不定能抓到这只金猪报喜哟。 Tilda， 这系列猪宝宝已经蒸好，可以正式上菜了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到 Milk Company Toys 的粉丝专页查看最新消息哟。 Tilda。